当院长报告。苏院长、蔡副院长，各位委员先进。今年1月，我国第14任总统、副总统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已经产生新的民意，毛前院长向总统请辞获准，并由本人受命。 担任行政院长，今天来贵院第9届第1会期开议，本人十分荣幸与行政团队前来进行施政报告，也深感责任重大。以下仅就本院近期。